生命的部分呢？生命的部分呢？它有这个哦，生命的部分呢？那声音的部分呢？它有双喇叭，一个在底下，一个在上面。但是这上面这个喇叭主要，那这只手机有双，那这只手机有立体声双喇叭，一个在底下，一个在上面。但是上面这一个是比较辅助高音的部分，它就是没有低音。那下面这个就是比较全音域的一个喇叭，所以两个要辅助它开启的这个 Dolby Atmos 会听起来比较平衡。如果你在看影片的时候，左右声道，你会如果把那声音的部分呢？这只手机上面有双立体声喇叭。那声音的部分呢？这只手机有立体声双喇叭。那一个在下面，这个是全音域的一个喇叭，比较完整的。那上面这一个喇叭呢，比较只有高音辅助的部分。那你正常看影片，如果你没有开启 Dolby Atmos 的话，你会明显的左边耳朵就是上面手机上面这个喇叭，你会觉得哦，它比较刺耳，比较多高音的部分。但是你把 Dolby Atmos 打开之后，它好像就把我们的低音消掉了一些，但是左右声道会比较平衡一点点，就各有优缺点。那你就是看你使用情况了，有的时候你把它打开会比较好，有的时候关掉会比较好。